小小警察体验营开课了，由新北市警察局中和分局和新北市议员陈景定服务处办理。这一堂课要进行警察破窗演练，易碎玻璃，警察执勤也有可能割伤自己，该如何自保？实际执行看了就知道。继续有没有？鼓掌一下，来，鼓掌。破窗只是警察勤务当中的一种，还有更多任务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安全，因此借由协办活动机会，新北市议员陈景定赠送防割手套，能够防止员警执勤时遇到嫌犯持刀，除了抵挡歹徒的攻击之外，更能够减少被意外砍伤的状况发生，提高自我保护的机会。而透过小小警察营的体验活动，实际进行演练，让孩童们有不一样的营队活动，对警察的日常工作内容也更有了解。记者林立吴志恒综合报道。